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这里你宝座在这里，你必睁眼看这恶罪的，奉主名的呼求。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至三十九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竟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了，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了。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这是上帝的道。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三一后第二主日，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的恩典，使我们再次能够回来到网上，我们一起敬拜。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虽然不能够来到教会，在网上我们依然能够专心来到敬拜你，聆听你的话。求主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呢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九节。这段经文呢其实是属于难解经文，也因此呢我们非常的需要看上下文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要讲的意思。不然呢可能我们听了只是单单听这一段呢我们会觉得会刺耳。原来在上个星期我们在谈主耶稣基督呢他在九章最后的时候他就跟门徒说要收割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因此呢在第十章呢主耶稣就赐门徒权柄并且呢就差遣他们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就收割庄稼。然后一到十五节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到十六到二十五节十章十六到二十五节呢耶稣就跟门徒说当你们出去的时候呢会有人反抗天国的福音。众人啊君王啊甚至呢是家人呢会反抗会迫害但做主耶稣的门徒就要坚忍到底上帝会带领前面的道路。特别在第十六节呢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真的耶稣呢提早呢就跟门徒讲会有这样子的困难。因此呢他说你们去跟人家分享天国的这个的道理的时候人要把你们交在会堂审问甚至呢会鞭打送你们到君王的面前然后呢反而在做主的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有机会因这迫害有机会来到君王和外邦人的面前做见证。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呢耶稣也跟门徒说你们在为主做见证这个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呢会被众人甚至是家人陷害。耶稣讲得非常严厉他说你的家人你的兄弟要出卖你然后呢置你于死地。耶稣说告诉门徒这条路不好走但是呢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有人如果有人迫害你们有人逼迫门徒耶稣说你们就逃走去别个地方继续去传天国的福音。接着呢主耶稣就提醒门徒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耶稣想表达的是那时候呢人都厌弃他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何况是做耶稣门徒的呢连主人都厌弃了更何况是他的门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呢主耶稣当他差遣门徒去做主工的时候呢他提醒门徒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从众人到甚至是自己的家人都可能会因着你跟随主耶稣而破坏你们。在二十六节呢主耶稣就说不要怕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要靠着耶稣放胆宣讲。主耶稣呢在二十六节呢就说了这一段的话他其实是要门徒你们就算面对迫害人家迫害你们是因为不明白但是呢真理不会被隐藏也肯定会被人知道就要靠着耶稣放胆宣讲因为呢迟早有一天大家会明白大家会知道大家会看见而门徒呢要为这福音的缘故不要害怕能够杀害我们身体但却不能够伤害我们灵魂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不要害怕被逼迫甚至是也不要害怕会因这福音的缘故失去生命
反而呢，我们要害怕掌控生死、掌控身体、灵魂、生命的主。上帝的计划呢，其实是非常的精准。然而，我们当会在做主的工作的呢，以上这个逼迫，神已经知道了。但是神的计划，他的计算是精准的。虽然我们会面对迫害，我们会面对许多困难，但是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跟随主，做主门徒，我们是贵重的。圣经耶稣说，就如果上帝不允许啊，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他同时也知道我们是贵重的。耶稣说，原来呢，我们去传福音，门徒去传福音，传天国的消息，去做见证的时候呢，人们的迫害，因为他们不明白。而因为这样子呢，门徒的迫害，他们的付出，我们今天面对信耶稣面对的困难，我们的付出其实是不会白白的浪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呢，耶稣在32节的时候，他再次的强调，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耶稣说什么呢？所以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我们今天呢，做主门徒会面对很尴尬的环境，会面对很困难的局面。然而，我们应当勇于承认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门徒。再尴尬、再困难呢，我们都要勇敢的承认，因为耶稣告诉门徒，传天国的福音的道一点都不容易，但要坚忍到底。我们要勇敢地承认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愿意啊，认在人面前认耶稣的，我在天上的父，耶稣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衡量到底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是世人的眼光吗？还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对我们的评语。所以呢，按照这接着呢，我们就发现了耶稣教导的这一切过后，10章1节到15节、16节到26，然后呢，过后27到33，来到了就有一个很难的经文了。耶稣在第十章马太福音第10章34节，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给地上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刀剑，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对立，女儿与母亲对立，媳妇与婆婆对立。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的来到看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刺耳。耶稣来到是带来征战吗？耶稣来到是带来家庭的破碎吗？其实如果呢，刚才前面你有专心的去理解我刚所解释的部分，前面的1到33节这一段的经，这个部分你有专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段经文并非说耶稣故意要挑破门徒与家人关系不好，要他们纷争，要他们破裂，不是，也不是要世界混乱啊，来带来动乱，带来刀枪，没有和平。耶稣不是要这个意思，因为当我们看上文的时候呢，对应之前的经文呢，我们理解到跟随耶稣的门徒啊，传扬天国的道理时呢，会被人排斥。这个天国的道理呢，可能不被接纳，甚至会面对极端的抗拒，甚至家人会致死他做门徒的家人。你看回21节，说到兄弟会致死他的
啊家人，做耶稣门徒的会面对这样子的危机。而34到36节呢，反而这段的经文听起来很刺耳，反而是告诉门徒他们将要面对的困难，就像一个的人差他，耶稣差他们就像羊进入狼群一般，他们要面对刀枪，他们要面对家人的反抗，他们要面对家人的控告，甚至是死亡和杀害。亲爱的弟兄姐妹呢，耶稣不是要说我来就是要让世界混乱，家庭纷争，没有，而是耶稣在说他来告诉门徒，你们跟从我做这些事情，分享福音，会面对危险和困境。我以这个的见证诗歌来到做结束。有一首歌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是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后退，永不后退。或者我们看到呢，这段的诗歌后面的故事是什么呢？这段的后面呢，它的故事其实就可以反映今天我们要理解的这段的经文。话说有一个部落，印度部落，他们在一个村庄里面呢，都没有人信耶稣的，但是呢，就有一个家庭在机缘巧合下就认识了主耶稣，全家人也因着他也信了耶稣。然而因为他信耶稣呢，被整个村子的人反对，所以呢，他们就把他这一家人抓起来要杀死他们，如果他们不否认耶稣，就要一个一个的杀死他的家人。就是这时候呢，他们就把他的家人杀了，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要不要继续跟随耶稣。这个人呢就说，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那些人就很生气，就继续把他的家人继续杀了更多，然后问，你还要不要跟随耶稣。他继续说什么呢？纵无人愿意，我仍要跟随，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那些人就抓狂，就很生气，把他的家人都杀了，然后甚至说，你再承认耶稣，我连你也杀了。他说什么呢？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很生气，连他也杀死了。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当他们一家人都被杀死的时候呢，照理说事情已经完成了，但是呢，这个下命令杀死他们的村长突然间受感动，就觉得为什么他会为一个主耶稣全家被杀死他都愿意呢？然后呢，很奇妙的，他的村长到村子的每一个人，全村人却信了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第10章38-39节说什么？耶稣说，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性命的要丧失性命，为我丧失性命的要得着性命。也就是说，那愿意为主牺牲反而要得着性命，不是只是自己得着，而是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惧怕，就算在困难，放胆的去把天国的好消息告诉人。虽然这条路不容易走，但这条路值得走，因为呢，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让更多人的人从不明白
到明白，从失去性命到得着性命。你决定了吗？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当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要跟随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永不回头。纵使我们跟随耶稣分享天国的福音，会面对很多困难，面对很多的问题，甚至是迫害，甚至是生命受威胁，我们依然永不回头。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听到主耶稣，让更多的人认识主耶稣，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和盼望。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6月21号，我们就在网上也经历了3个星期的这个的网上崇拜。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决定在下个星期6月28号呢，我们会再遵循政府所给的这个的条例跟这些的 SOP 这些的程序的基本程序管理以下呢，我们将会重开我们的教会的敬拜当然如果是没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疫情没有突然间严重，我们都会在6月28号重开这个的崇拜。所以呢，弟兄姐妹呢，请大家呢等一下看报告的时候遵守所有要做的这个的步骤，包括了戴你的这个的口罩然后呢来到教会我们会量体温。我们教会呢有限定人数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容纳太多人，我们会有保持1米的大概三尺的这个距离。我们也会要求弟兄姐妹呢量体温记录，并且呢会洗手。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呢，请大家来到下个星期来到敬拜的时候呢，大家要预备好。然后很可惜，我们暂时12岁以下的儿童，还有70岁以上的长辈，我们暂时还不可以来教会。我们网上崇拜还会继续，但是同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崇拜将会开始。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回来，感谢主再次的一起敬拜。虽然不容易，但是主会带领我们。所以请大家注意，也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You give life, you are love, you bring light to the darkness. 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认识又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阿们。
Uma hu cinta Yesus selamanya. Meskipun badai silih berganti dalam hidupku, ku tetap cinta Yesus selamanya. Ya Bapa, Bapa, ini aku anakmu, layakkanlah seluruh hidupku. Ya Bapa, Bapa, ini aku anakmu, pakailah sesuai dengan rencanamu. 生命中狂风和暴雨接连不断来，我仍要永永远远爱着耶稣。哦，阿爸天父，是我啊你儿女，是我的一生都陪着你恩典。哦，阿爸天父，是用我一生呵护你的